赖吃贾福进了打穴试烫了，之后要搬家，这个试烫就没机会赖唱吃了。嫌赖搭打米饭，晚饭我就米饭烧打点。小话补好了认了桶哭，吃太撑晚上睡不着。接着闲到小菜区，景点泡菜加一点儿。我气势更喜欢吃菜叶子，挑选一下。接着到超玉冰，我这么喜欢吃鱼冰了，肯定不能放过。 就是这鱼冰这么有点念，接着是拌酸菜，这个看着平淡无奇，后来吃发现太辣了，终于到肉菜了，是我之前没吃过了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泡菜超级，但是又好像没看到泡菜，里面只有土豆块、鸡肉块。后来吃发现是真的好吃，鸡肉很嫩，而且这个也挺辣了，但是很下饭，还好整了点防范上，感觉不大够。 又要一勺接过那个是土豆，赶紧再补一点。接着看看今天另外的主食是啥，这不是我们学校吃早餐配了棉片糖吗？在这儿能自己打。去前台放小票那糖，再来拿个煎鸡蛋，这种煎鸡蛋我可以一口气炫三个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